昨晚那个主持那个就是库存。等一下就不素颜了。昨晚这件事，昨天我看应该有些人还活着，我估计是等到有60个人看到我才删掉的，60个。4分钟不止吧，我记得好像快到10分钟了，只是就没有什么人看到，然后就算。还是不是？因为我本来是先传影片，现在吉米做的和你一起。我本来是先传影片，结果影片还没传上去，后面的照片就先上去。所以很多人就只有先看到后面。然后你还是错过，我有看到国树有看到照片那个。我想说大家是不是想说我发完照片那个就没了这样，结果呢他还没上传上去，早知道我就等他先上传上去。错过，那你们什么时候发现你们错过了？我想说好像也有人知道这件事。不睡觉的花生，我姑且有等到，因为前面就一直只有，我发的时候就我认识的那个，观看记录里面就只有看到包子有看到这样，他想说，怎么没有其他人都没有看到？谢谢吉米做的和你一起。只有你，谢谢夜未眠的小鸡蹦蹦。包子没有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。对，其他，然后后来就突然又多了一些人这样子，我才把它删掉。后来想说好像没有什么人。包子里面是黑的，芝麻馅。谢
谢小鸡蹦蹦。其他都会删掉。酱油线，酱油线算线吗？该清醒，什么时候要到的？我想想，什么时候要到？什么时候？忘记了。可是我本来就想说我不说，我不会说的。不要啊！我要他说。我想说等他说。我应该要放另外一边，我才不会压的。Sorry。我在等你们，在等他哪天会说。所以我是不会说的。什么时候？七月的时候。我藏了两个月。等到明年可以下辈子。两个月，两个月有多久啊？什么契机就拿到了，忘记了。谢谢，没有事情。谢谢十一的戳戳你。要到以后还会用 IG 存吗？看状况，看状况。很难聊天，是我很难聊天。我很努力的在聊天，我很努力的在聊天。很正常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什么意思？很正常。很正常的要来，对，很正常的要来。
很正常的时候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可以拿到你的来。应该可以吧？再来一句说，再来一句说的，不然还有什么管道？只有 IG。偶像就可以聊到来，对，成为，首先你先成为偶像，你就可以聊到来。可以冠名，冠名，冠名。发现我的妆都画一半了，想很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已经忘记，我可能真的思考很久。这种时候就是需要一点冲动，先传出去就对了。续杯月月的粉丝团，是开心，那就好。我都觉得我很丑，换人家还跟我要来。亲爱的法，真的超多喜欢你，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去要过来。想不到他会提到手机桌布的事，是啊，一直都是啊，有在看直播的应该都知道。我每次拿出来的画面都长这样，虽然主画面现在不是，锁定画面不是，但姑且算是吧，锁定画面也算吧，只是在这里而已。他还在想，不知道有没有换掉。其实我是一个桌布会用很久的人，真的，就是没有这么轻，因为换掉我会超不习惯，所以我真的是很少换。首先是 SSK 啊，下面是剧场的那个合照。SSK 啊，怎么会要到来？超怕生的，因为他超怕生，所以他不会去。要来，所以我去要来。平常都换，对，我平常都不换，是动图。动图是 iPhone 可以用动图吗？桌布都用很久，像 LINE 也是 LINE 的那个。赖的聊天室的背景一直都是工业成熟的纸笔海报。谢谢十一的支持你哦，剧场那张，剧场那张真的很棒哎、欸，一次跟超多人拍照。比他怕生还被动，那也要看我有没有
有没有兴趣？一直不知道贴在哪里之前吧。对，它还是卷在那个卷筒保护起来。放图你会眼花，是放这样吗？聊天室背景。我本来想换掉，但是我发现换哪张我都觉得很不习惯，所以我就没有换。对，我听说好像可以，但是感觉很麻烦，所以我就没有用那种高科技的东西。这个也是七月的时候，好好，7月10号。哎，太亮了，怎么看不到？水树奈奈。这个也藏很久。压很久，因为是为什么呢？好像是因为什么那个舞台剧要开始，然后有看到他的角色是哪个角色这样子。他说他的角色是坏人的角色。对，然后就很闲，然后就要到来了，所以就画了一下，然后就传了过去。断代很多，他比我大8个月。有提到舞台剧，一有祝贺。对，我开始前，公布有舞台剧的时候，还有开始演的第一天这样子，初日。然后我就收到了那个稀有的自拍照。跟 SSK 啊无脸化，好像不是 SSK 啊，那个好像是在后面一点画的吗？我看一下。他说那个是在哪里都还没上传的，对。稀有，对，是在我画完的下一次才画 SSK。是舞台剧，对，是舞台剧。不愧是盼头。肩膀，这个月是他的生日，可惜我送不了什么。谢花生猪猪牛，视讯给动态的生日祝福。晚上6点有 TF 表演，对的，
那个是放录的影片。已读不回。对。化妆桌面的呢？什么桌面的呢？谢谢包子支持你。帮他扮一个本人不在身，我去买蛋糕，我自己在台北这样帮他庆祝。我曾经想过我要寄礼物去日本，但我不会。生日会，我考虑一下，我考虑一下。希望我9月20号那天没有事情。柱子不就继续剧场就好了吗？没有，我感觉你们会休假。跟你们一样有限制，你说不能超过多少，不能送吃的。剧场，我知道啊，我当然知道。继续加你太难了。我先，没关系。用LINE视讯，我可以传影片，但我不会用视讯，很可怕。突然被打电话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不要不要。TF， 这我也不清楚，大家有买的人就会知道。大型尴尬现场，大型尴尬现场，而且还不知道怎么挂掉，太难。就是不能先睡。找不到时间点，太难了。影片可以有一个结尾这样。电话太难。对，
一分钟吗？一分钟电话，超过一分钟就挂掉了。预录可以修，预录可以修。随便喊个拜拜就秒挂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这个需要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我们不能一次要求进展那么快，慢慢来，大家。现在也才过了两个月而已。没有没有，我通常不会打电话给别人，通常不会，我连刘晓晴是 SSK 啊都不会打电话。我是不打电话主义，我是不喜欢电话这种东西的人。我妈每次打电话来，我都不是很想接。我接的第一秒真的是干嘛？有什么事情需要用打电话？就不能传讯息？一定要用打电话的吗？传讯息，可以传讯息就好了。不想说话，但我不想说话，我不想说话，觉得烦吗？是不会，但是我，因为我真的有很长那种，比如说我现在在直播，除了直播，几乎不会讲话，我除了直播几乎是个休息时间不会开口的人。所以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，我还要不然我没有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声音出不来。喂，会变成喂喂，好，OK。 没有办法，完全练习也不太会讲话，其实。早安这样子，早安，好。谢谢偷鲁讲的方言。没有闲聊。闲聊真的是要打开了才会有闲聊。膝盖普查进行的怎么样？我只问了张雨林，因为这很难讲，这样很难测试。
半蹲其实也不一定，是看运气，有时候有声音，有时候没声音。先让我检查你的膝盖。只差一个，我差了一个我就累了。我说我直播的时候，大家说要那个调查一下大家膝盖有没有什么。然后大家就一脸问号，我解释了一个就不想再解释下去。好像有吧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声音。就说应该大家都有声音吧，他说应该是吧，应该是大家都有声音吧。投稿的五首，五首吗？五首，去问了刘晓晴跟林忆云。我说我只挑副歌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他说你只挑副歌，那比较就是没有动作的就去掉这样子。”姑且最后定了，最后定了是什么？会挑比较没动作，因为我不知道选哪个，我觉得好像都可以。最后选的 maybe 的话，大概40秒。会跳没动作，我说为什么我可以跳没有动作的、啊？很简单。maybe 的话，应该学一下下就可以了吧？因为有的比较感觉我学不起来，就先算了，就挑没动作，没挑动作。我在等谁会给我完全没有动作的歌这样子。是不是就差服装？服装呢？我在想，我还在想，服装就随意吗？我看。不知道他的副歌不知道。其实我有的地方都是找可能是前奏，可能是副歌，抒情歌手 Green Flash 翅膀沙哇翅膀沙哇伊拉那伊，大家还没收到深写真呢、啊，我还在想我的纸笔不知道会去哪里呢。一人带着，噔噔噔，
啊，又演了，下礼拜。下礼拜一。啊。哦。下礼拜一。会收到。假日休息是不是？这比就平常心了。看不到吧，哈哈。等你们收到就知道了，呵呵，哈哈，嘿嘿。满身写要填最喜欢的成员是做什么样的？问你们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肚脐这种东西，只要经由我的手，就不会让它外流出去。听那笔订单里的成员，物理移除，我有办法阻止的，我都阻止过了，我连阻止的我都阻止过了。突然看到虾皮购物，虾皮购物，这么突然，撩妹整人必备。什么呢？100%把妹，是什么广告？成绩团一律没赌气。打洞机打洞，我打洞机打洞，我就跟数字君一样。没有意外的话 ，B 吗 ？B A B A B 都看得到，哈，对对姐姐，他没有想要跟我同盟的意思。说你们要遮起来，他们才会买。祝你们只抽得到大头，抽不到半身。祝你们抽得到大头，抽不到半身。不然就两个都抽不到，两个都抽不到，两个都抽不到，抽到别人的，抽到别人的，一辈子都换不到，换不到。没有没有，换不到换不到。希望大家都拿到就算恶毒的诅咒。放弃以前不会，我人生中就漏这一次，我人生中就漏这一次。凑不齐，零狗凑不齐，零狗这么多怎么凑得齐？怎么敢凑得齐？
这是我在 TP 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的肚子，最后一次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不会有第二次。明年夏天吗？我赌它不会出现奇怪的衣服。谢谢七月的猪猪你哦。一定没有。你有看过我们的服装什么时候有露过腰？没有。有的话呢，也是在肚脐上面。一定不会是低腰，我觉得我们不会有低腰的衣服，大家不用期待，绝对不会有低腰的衣服。咖啡熊，咖啡熊是高腰啊。我们又不像本家一样是穿低腰的牛仔裤。我有在努力那个收它，真的。阻挡肚脐？没有啊，没有人自由的嘛。我跳过一次。一次吗？相信姐姐们的诡计，哈哈哈，哈，没有吧？我觉得 TP 的制服只要有露到手背，我就觉得它已经算露出度很高了。只要有露到这边，我觉得它那个就尽力了。只要不是半短袖就是长袖5分袖。3层2层包紧紧。洋葱式。很少吧。独自猪也是这边啊，也还好吧。至少我们没有穿那个长裙。没有穿长裙。这辈子都吃太饱，对 ，TP 都吃太饱 ，TP 不能露腰，大家不要期望。军装的长裙，西夏裙，西夏裙可能很多人看起来会没有腿。TP 的人高的好像没有几个。
会拖地吧？会吧。自由人之足是高的。很多人被打，很多人腿会成这样。原子组落差超大 ，Sakura 就差在原子组太高，以外都差不多吧。B 组的话，就只有品涵跟瑞婷比较小只吧，其他都是健将。身高差太高。人说音组不高，其实 Daisy 是最不高的吧？Daisy 只是有两个比较高的人，其他人。就不好说。Daisy 有那两个，其他人看起来都特别矮。Daisy 因为有那两个，看起来就是要完全是小矮人。平均的话，草鼠都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长高应该没有吧？等你们看到我的时候再告诉我我有没有长高，应该是没有长高。我还能长到哪里去？三个人年龄大都偏低。现在最老的不是21岁，20岁，已经是最老的。我们只量体重，对，我们只量体重，我们没有那个学校的那种，我们只有体重计。我说是不是该买一下那个量身高的，就一起这样子。英祖最老不是刘晓庆，晨晨如果长成祖祖那样，大家会吓死。我们应该买一台那个可以量身高跟体重一起的那个。但有的人可以，就是可以拿一下身高当做那个体重的标准。你说哦，我长高了3公分，体重可以加个几公斤？
健康，我们没有在健康检查。那对矮的，矮的本来就比较瘦，不是吗？不然呢，我跟陈思雅差不多。外面随便的算的，我觉得现在算还好，但以前的标准比较可怕。曾经的标准，可能刚开始吧，第一年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标准比较可怕。忠于人性化，我记得我以前的标准在42，42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以前的标准是，我好像161左右吧。我那时候好像，现在是161是吗？158的时候，我的标准是42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到。我可能长高到161，但我的标准还在40，没达成过，没有达成过。最后几个，你说进来 TP 吗？最瘦43吧，现在45，是45。受虐，我说42真的是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调的，反正就调到45。所以我的标准是在45，现在就是在44-45这样子来回。平安好像是37还是38，37。其实表面上看起来不要太夸张，就还好吧。跟切换，因为秋萍还被下了要增肥，增肥令，她需要增肥。超过还会去跑，超过现在没有这种，那个是当初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二单的时候好像才有这个条例，超过50公斤要去跑国父纪念馆。好像是二单的时候，但好像没有多久就这个就没有继续了。只有一个人，对吧？现在好像有合格的很少。二单的时候有听过有人去跑，三单后面就没有再听到有人去跑这件事情。合格，对，合格的很少，就是在我们的标准里面的人很少。
对，只要不要太离谱，他就放弃了。他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能就超个一两公斤这样子。标准，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。但有时候就会觉得比别人高，但是标准跟人家一样，就会觉得好累，好累。但其实我们这个标准是有放宽的标准，但还是没有，所以就大家。姐姐已经放弃了，姐姐已经放弃了。现在自由行政，对你想收就收，你只要不要胖到穿不下就算了，感觉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有标准跟没标准一样。祖祖没有超过50啊，祖祖没有超过50，虽然他170。穿坏衣服通常不太会穿坏，除非是那个衣服就是本来就有点脆弱。衣服穿不下会被怎么样？但也不可能叫你硬要穿上去啊，所以就可能帮你换哪个比较大件的吧。不然你穿上去又在那边暴扣，要抓回去后台也是很麻烦。这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。但有听说过 TDP 的衣服好像有破掉过，还是勇往直前。我记得有一套好像是去泰国还是去哪里的时候，泰国吧。有一次就突然就破掉了，然后就赶快缝一缝这样。修好，当然有修好，不然怎么上台？猜什么？我忘记是上海还是泰啊？上海，我记得是上海的，好像是谁？邱秉涵的这边破掉了，好像是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破了。梦之中没有吧？好像没有坏。相信是衣服的问题，你们这些不要全部都说是默默。
袖子看起来超容易爆，容易坏。不知道哎，反正就是它好像开了，然后就再拿回去缝的。很常爆孔，它是前面撑开的，像是脆弱的衣服。TTT 的衣服是最脆弱的，因为它很薄，它就只是它是一件一件式的，所以你穿上去，它其实很薄，它感觉都快比 T 恤还脆弱了。就感觉你扯到它就会裂开的感觉，什么说丝丝绸吗？就是摸起来会滑滑的那种布。就我觉得它是很脆弱的衣服，而且大家没有发现我们衣服上的扣子有时候都会不见，你就可以算一下，可以去算一下，如果哪一天还有机会看到 TTP 的制服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扣子，每个人的数量都不一定。这个可能有人有八颗，有人只有四颗，有人可能三颗，少了是五颗这样子。扣子都不见，扣子都不知道去哪。大家不知道，有的人是这样直排，然后可能有两个、三个这样，然后有的人是双排，但是他可能一二，然后这边三四五这样，只是他其实要有两排，但就不知道去哪。扣子其实我们蛮常补的，但它就是会不见。别针扣子，裙子吗？因为它是魔鬼毡，所以有的人魔鬼毡已经不粘的话会爆开，就是它的魔鬼毡已经不粘了。然后有的人是里面的那个衬裙会掉，所以要别的是衬裙跟上面的衣服，不然你这样举手起来，你的上衣就会拉出来，然后就会有一坨看起来很像三层肉的衣服在外面这样，所以有人会别起来，不然的话有时候跳完，有的人的那个上衣就是啷啷的。我们有很多，比如说乌吼也是里面的衬衫很短，所以有时候跳完你就会看到很多人的白衬衫在裙子外面，就是已经全部抽出来，就看起来很丑，看起来很丑，所以要别起来，有时候会前后各别一个，但可能会从侧边跑出来，所以就是看着有的人的衬衫很容易跑出来。应该看笑唱的话可以看出来吧，有的人笑唱跳完的时候他的那个衬衫会在外面，就本来扎进去的地方会在外面这样子。我也有忘记别针什么，不会啊，因为你脱不掉哦，你可能扯一下发现脱不掉就会记得有别针的。它都长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其实乌吼的衬衫是很长，它衬衫其实蛮长的，但它就是会拉出来。所以我也不是很懂。像小菊的话，衬衫上面有扣子，然后就把裙子
的松紧带的地方扣在那个扣子上，所以你不管你怎么扯，它就是会卡在那个扣子上。但，二单也有扣子，二单也有扣子，三单是什么来着？三单好像没有扣子，三单好像没有扣子，四单也没有扣子。对，三四单好像没有扣子。嗯，三单有吗？因为三单有扣子吗？不记得，太久没有穿。三单我不知道，忘记了。就是我记得小菊有扣子，但小菊跟夕阳的衬衫如果是一样的话，那就代表夕阳的裙子也要有扣子，不然会很奇怪。蛮想再看一次夕阳。夕阳的话呢，真的要有冷气的时候穿，因为它是长袖，而且它的外套有够厚的，真是会热死。好像没有，因为你们看不到啊。你如果有看到谁的扣子在外面的话，那就是他没有扣。正常来说，你们要看不到才是正确的。你们如果看到了，就不就不对了。鞋子，对，那个很像娃娃鞋的。内扣，对的，里面的扣子。就我没有印象三单要扣扣子。你很认真，再怎么认真，那个扣子是不会掉了。那个扣子真的是很紧。像读蜘蛛的时候，其实读蜘蛛有四个扣子，前面有两个，后面有两个。前面有两个扣子，后面又有两个扣子。夕阳都有扣，夕阳我真的是不记得了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小菊的话是这个外套，这个橘色的地方有扣子，所以橘色的地方这边也有扣子，但里面衬衫没有扣子，所以三单的夕阳是没有扣子的。对的，对，三单的夕阳是没有扣子，而且其实它不太会，衬衫不太会跑出来，所以是没有关系，不需要扣子。不是说有扣子。二单有吗？二单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二单有吗？反正衬衫会跑出来的话，几乎里面都是有扣子的。但从四单开始就没有扣子，就全部都是用别针去别它。谢谢金柚的汉尼奇。对，我记得
四单开始，大家都是用别针，别针别。别针，对，就是那种安全别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大家有很多人有吧，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。我公司的别针真的是史上最多。我那边有流吗？好像没有流。有流也不知道放去哪里。哈哈哈。记得我好像有。你想一下，哪里会有？应该是某件裤子上面会。牛仔裤不知道去哪里。这样子，还有这个皮带。有时候这边会再夹那个衬衫。还在衬衫上，这样扣在一起，然后就会扣在一起。蛮大颗的，其实蛮大颗的耶。比如说梦之中，里面其实也有蛮多。蛮多安全别针，就是在这个衬衫跟裙子里面会有别针，是你们看不到的。我以前穿这个的时候，里面也会有别针，因为这件真的是太大件，真的太大件了。这个真的是这一套真的是太大件，这边没有别针真的是跳不起来，因为你会怕你的裙子随时会。掉下来，是呀，对，那是诗雅的那件裙子。怎么说？很多时候，别针不会被扯开，不会被扯开。就因为我是穿我的衣服啊。我是说，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衬衫很滑。我跟你讲，亲吻的衣服四套，我忘记了，有两套超大件，然后两套很小件，所以它就是一个迷之组合。你说 Unity 吗？那个不是我的衣服，不是我的 size， 亲吻不是我的 size， 我的 size 只有。我的 size 只有奇迹的那件绿色长袖外套是我的 size， 其他都不是我的 size。亲吻，我也想想，亲吻是谁？我忘记了，亲吻是谁？四个人，诗雅是穿背心那一套吧？
有很多 Momo 的 size。 小吉是 center 的样子吗？我忘记了。我记得 center 是穿显力器的衣服，好像是。然后我那时候是二号嘛，我穿的好像是李梦纯。我记得后面二三四好像可以微调，可以换来换去，但是一号不能换，所以 center 永远要穿显力器那一套吗？标签没有写一二三，标签没有写一二三。谢谢十一的戳戳你，看两个卡卡是还好，是还好。有穿过的人会知道他穿的是谁的，但自己不知道，通常不会记得其他人穿的是什么。TV 也不知道，而且 TV 没有服装部这种东西，所以真的是姐姐辛苦。看一下被别针扎到，是不会被扎到，除非你别针没有扣好，但他通常不会没有扣好。经纪人姐姐，万用笔，别针笔，还有那个爆开补修，都是他，都是他。鞋子坏了就粘一粘，扣子掉了就粘一粘。还是有服装设计，我也是觉得，但我们没有那么多人，没有那么多人。针线活，对，都是进来学了一堆奇怪的才艺。挤的就是泡棉胶、双面胶，什么的，三秒胶，通常是泡棉胶居多。跟便利商店那边，对对对。手链哥，可是我那个不是经纪人姐姐，合照会的衣服不是经纪人姐姐。是另外一个姐姐，帮忙弄那个升学证的姐姐。他这人都会针线活，也没有很多，妈，大概有三个左右，电话姐姐会崩溃。姐姐太多没有代号，好难记，好难吃，好难哦。代号，摩羯座姐姐，更
跟我一样是摩羯座的姐姐。这礼拜很想杀人的姐姐，就是公演的衣服全部都是那个，全部都是摩羯座的姐姐。这个摩羯座，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吧，我记得的是，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。反正只要到公演，就是他的就是忙碌期。森雪姐姐跟一中姐姐，一中姐姐就是经纪人了。森雪不关摩羯座姐姐的事。公演，公演的话，因为有16套衣服，所以很可怕。要洗这16套，然后再把它每一件挂回去，真的是庞大的衣服量。16×几套？我没有几套，前两手一套，后两手一套，然后 Unich 1、2、3、4、5，再有7套，然后什么毒蜘蛛拼图，然后星空梦之中，这样有11吧，11套×16。11套×16，不能这样算，因为 UNI 只有 UNI 没有到16。我们好像有到16。1套、2套、3套、4套、5套、6套，这样算6套乘以16个，就是有96件，这有96件，听起来很可怕。那如果算12就好，我们算12就好，72。只有一个人的话，真的是会罢工，整箱丢给洗衣者，但是回来要自己整理啊。你要把这一套的衬衫是林于心的，外套是林于心的，裙子是林于心的，挂在一起。这个裙子是陈思雅的，这个裙子是显迪奇，这个是刘晓晴的，这个衬衫是陈思雅的，这个衬衫是显迪奇的，然后放到衣架挂回去。怎么？因为上面有标签，就是这个标签是我的名字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分。还有鞋子，我看到每次都要推那个好几个行李箱，箱子好像是3大箱吧，就是那个很大的桶，这样三大箱。标签是自己名字的衣服，有吧？运动会的话就有了。我们换装应该不会挂好，我们就算挂好，还是要拿回去洗。所以，但是如果
没有的话，就是大家通常会挂回去，不然真的是姐姐会恨你哦。你如果只穿一次，然后可能没有怎么样，你如果放在那边让姐姐挂的话，她会恨你哦。她多少会就是做一下嘛。接眼神杀神，对，谁衣服没有挂好这样子，会被广播，也是没有广播，会被呼叫，是谁把那个东西放在那里的？会问是谁没有挂。比如说拍升写真的时候，就是拍完升写真衣服就换下来嘛，可能要换谁穿的，然后你可能会忘记挂回去，就会被说谁把那个衣服放在那边，然后就会去拿一下，啊、哦，我没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公演真的公演好像有个共识，叫做公演结束后礼拜一会有很多人请假，礼拜一好像他们会自动休假，因为太累了。孙雪真的衣服是孙雪真姐姐。就是主题好像都是他负责的，从汉服开始吧，汉服到拼图这边，这么可怕，很可怕。而且可能大家是看表演就算了，他们不是看表演，他们就是一直在后台听 reset 的重复放三场这样子。哦，没有，还要从彩排开始听，就要一直听 reset。一首包办，好像是。听到会跳了，经纪人姐姐应该会一点点。是先生姐姐的 IG， 我告诉你，真的对，是剪衣服的那一个。下次购物告诉我，他好像是金什么会员，金牌。准备下一个东西，对，金虾。现在最强。我觉得九月应该值得入手，九月值得入手，大家可以入手一下。看来没肚脐，
是放得下，放得下，放得下，还不给你们休息？你们八月不是休息了吗？八月不是休息吗？还是都拿去买会员，没有休息？骗人的鬼！卖毒是出神仙，另外一种神仙，900块神仙。嗯。备战五单了，还可以战很久吧？现在才9月而已。那种神仙还没有指定好。900块神仙，但只有一款啊，没有3款的。在前还没，还没。连三血都没有。好好奇八月的销量，是不是要去问一下？可能就16。80，有80吗？有知道10个人吗？真的要出乎很久。今年能不能拿到？姐姐可能要睡在公司。包那个出货的真的。可以睡在公司，会员不好，不知道。其实也是不少，应该是不少吧。我看他在那个忙那个泳装升血，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包到眼神死。那阵子进公司，公司就是一片海洋。400张订单。升血好像不一定欸。SSK 啊，只差小型，物件之海。我看那个一个包装里面这么厚，我想说这里面是包了几张神仙针，这个包裹里面不知道有几张。以前会帮忙，他可能怕我们包错吧，量太多，怕我们出错，他可能抓不到谁出错。我没有包错啊，我没有包错啊，不小心包一张，里面全部都是我的神鞋子。说是成员包的就 OK。直接不用换，很方便。
把半身都抽走，半身烧掉。可以把我的半身全部换成大头。超到天价，大家不要去买，不要去买那个黄牛，你们这些吵架仔，要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。双关，双关。吵架可耻。最值得，什么最值得的？前面好像就赚钱，对，我如果可以自己卖该有多好。我自己炒。在虾皮开卖，我们被姐姐杀了，被姐姐杀了，要 V 品。隔天刚刚出来。我先等我不在了之后，我再来思考一下我以后的出路，叫做在虾皮开拍卖网站。看姐姐分寸。我以后失业了，我就拍卖圣诞题，改版圣诞题。合照会圣诞题。我要用那个拍卖可以喊价。更提壶，要求很多哎、欸，限量没有，只有一件。前台只有一件修改过的圣诞T。卖家那么凶。
改其他 size， 自己买回去改，错过就没。我以后失业了，我就把那个圣诞 T 当做传家之宝。大眼睛的圣诞 T。我可以卖 SSK 的 T 恤，还在吗？还在啊，整套都还在啊，整套，可是皮带布没有含在里面。看 TV。以后会不会出那个拍卖活动？要就买一套，清库存。什么时候要卖 SSKRT？ 没关系，档案在我手上，再等几年。紧盯虾皮，才能抄。一定要全亏。这一张可以活，一定参加有折扣，没有折扣，没有零折扣。我要学官网100折，谢谢吉米做的汉尼奇。我昨天半夜在看那个什么《彼女は綺麗だった》，看到第七集。日剧，就是比一下的动作吗 ？DC 要用。我今天长得很丑哎，有退吗？我觉得，下次。大家不是有以前用以前的不行吗？我以前应该有长得比较好看的时候吧。这根到底是什么？这根真的是很讨厌。中岛健人帅吗？妈妈，我只知道。因为第七集真的是太突然，他那个角色个性变得太突然了，我一直没有办法接受。加减收，无法接受。妈妈妈，
应该没有口红。9月10号的话，应该还有一次直播。先把冠名弄掉。谢谢透露讲的戳戳你。谢谢包子的蜘蛛你哦。那我可以用特效，用特效比较可爱。还是不能用，不能用啊！大家，不啦不啦，不能用就是不能用。等我看见咋？就要用特效就想到。毫无集体记性。无神状态，睫毛太强，他是霸道总裁。等于状态。林一没有开锁，林一没有开锁，也没有开大眼，啥都没开。罗比吗？有点忘记在哪里啊？啊，美姬吗？美姬有开。不知道开锁。
好可怕。好，开到二十，开到二十。不用再 tag 你，我上次完全来不及看，这次应该也来不及看。啊，我要怎么关掉 ？OK OK。哎，哎，哎。配个 TI， 天斗有好看吗？比胡子吗？其实我觉得原本的就蛮好看的，可以不用换，可以不用换新。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原本的长怎样。红格子。红格子，我有红格子，红格子的衣服。宜兰红鸽子。
粉红色的格子衬衫。哦，那个不一样吧？想一下头像真的觉得疑惑，有点卡卡。对，够了吧，够了吧，可以用以前的。五点了，五点了。结论用以前的。现在是阿奇啦，就是你哦，哼哼哼哼哼，礼拜日见了大家。星期日见，星期日谁会在呢？有没有内幕？我想知道。好啦，那我先念个排名。现在谁今天第10名是金佑，第9名。
名是花生，第八名是苹果，第七名是托鲁酱，第六名是法兰森。谢谢。谁呢？谁呢？第五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。第四名是七月，谢谢七月。第三名是包子，谢谢包子，谢谢包子。包子说他一定要第三名，是不是？第二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。请期待我的 maybe， 我的 maybe。看我什么时候有空拍。谢谢十一，第一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好了好了，大家谢谢大家。爸爸，爸爸，这个粉丝您应该不认识，好吧？不认识最棒了，拜拜大家，下礼拜见。拜拜，记得买 Sakura 的公演哦，大家。谢谢。